交通方面的消息来看到，明年武陵烟花季将要伫三星增设一个转乘点，地点初步是选定风景秀丽长滨湖，预计每一天会提供八班次，会当予300名游客坐车。为此，公所甲旅游业嘛，当地的今年优惠措施，吸引着外地游客来住伫三星，带动地方商机。三星乡长魏锡勇指出，长滨湖停车场的腹地相当宽，会当同时提供10台大客车，甲228台小客车停放，而且距离武林农场只要2.5点的车程，因此被列为明年烟花季的转乘点之一。武林赏樱，三星出发。武林赏樱，三星出发。那你已经也有争取到300个一天，有300个。名额哦，啊，咱希望讲这300个名额差不多有八车次啊，咱的规划希望伫8点进前吼，都会当拢发车完毕哦，因为咱遮甲长滨湖差不多爱2.5点钟啦哦，所以原车去哩，原车转来。乡长嘛讲，人潮就是商机，为着要增加游客待在三星的意愿，公所目前正甲乡内旅游业者检讨。希望订出一套优惠措施，吸引游客来长滨湖坐首映专车，带动地方商机。啊，我来看讲对地方非常帮助。哦，不论讲天上滨也是三星整个迄个民宿业者，还是农场业者哈，它可以提供了相关的这配合，哦，住宿一些体验，然后呢，在第一天呢再往这个上映这样哈，安尼对地方帮助非常大。天长地久的一挂活动，可以上映地武林农场落来时。会当过你咱天山比较社会，啊因远古的所在来咱遮住啊，啊对天山比将来民宿业做，甲一寡地方的产业，这对地方是非常好。啊，咱公所即嘛嘛开始要来甲地方的业者，吼、哦，地方的产业，那譬如讲咱的民宿，阮民宿三星有76间，吼、哦，啊甲餐厅，吼、哦，甲遮的餐啊饼遮业者，吼、哦。啊，来规划一个优惠的办法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希望讲来给因这个有一个真好康的优惠办法，来优惠咱家，来家上车要去武陵啊欣赏烟花。除了长滨湖以外，原来武陵首映专车的转乘点，还佫有大同乡、松柏厝佮县政府三个所在。宜兰新闻记者罗福兴采访报道。